大家好，我是我们的陈鱼。今天我和妈妈一起来看房了。为什么要来看房呀？因为我们家有点小了，想换一个大的。你去的。走。你还看上叠吗？看，一会儿再看上叠和下叠一起看看。先看上叠吧。行行行。看看那个是叠数，就这个这儿，这儿有一个样板间。拜拜。